这是溜滑梯，这也是溜滑梯，这还是溜滑梯。大家有发现公园内溜滑梯都长得一样吗？苹果调查发现，公园拆除不符合 CNS 标准的摩石子溜滑梯、秋千、攀爬架。不过预算有限，只好选择符合标准的罐头油具、塑胶溜滑梯、橡胶地垫，好方便维修。便宜行事的结果就造成公园全部都长一样。你那个下面那边不是有那个溜滑梯，是那个洗石子的。对对对对。我们全基隆是超爱的，就是唯一就是它。现在它把它砍一半，你知道吗？根本都没有人去玩。基隆中正公园截断了原来的摩石子溜滑梯，增加了塑胶油具，但因缺乏保养，塑胶溜滑梯卡损不见，老旧的橡胶地垫容易滑倒，家长只能自求多福。你太阳很大，它都释放毒素，皮肤的味道超浓的，只要夏天很浓的味道，我都顶多带小朋友五分钟我就走。我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绝对不会选择在基隆。那这些东西如果说只是简单的招标，它就是只是为了油具而油具，哦，安全我相信是最基本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让它能够多一点选择。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是过度安全或挑战性不足，它事实上是不能满足小朋友他的需求的。特色公园联盟统计，北北基儿童将近800,000，但公园内设置的溜滑梯仅168座，沙坑更只有16个，造成假日已经改善的特色公园都大排长龙。对对，我会特别避开假日带他们到那种就是游乐设施很多的地方。以前通常公园非常冷清，对，但是自从这边改良之后，就是整个就是大爆满。假日人都非常拥挤。在罐头游具无法满足孩子的情况下，爸妈也只能到处找特色公园，让孩子从游戏中快乐成长。